那么在戏里面呢，这个陈好泉是爱上这个双胞胎姐妹当中的一位。哦，那当然，其实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另外一位男主角也是这个不知道，就是说他怎么去分辨这一对姐妹花。但孝全应该蛮有经验的，只有我只会讲这一句了啦，接下来不会再讲了，不要生气啦。刚记者给我压力，说要有点，你自己写啊。好的。那么在戏里面呢，这个陈好泉是爱上这个双胞胎姐妹当中的一位。哦，那当然，其实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另外一位男主角也是这个不知道，就是说他怎么去分辨这一对姐妹花。但孝全应该蛮有经验的，只有我只会讲这一句了啦，接下来不会再讲了，不要生气啦。刚记者给我压力，说要有点。好的。没想到你有女粉丝。我粉丝大部分是女的。